秘书长都要重要代志咧处理吼，因为咱即届搁9月7、8号，9月8号，就是2009年9月7、8，美国替咱办一个庆祝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华盛顿特区挂牌的这个酒会，吼，那么咱即届。 9月7、3，咱阁有一团差不多30个，咱台湾民政府的内阁，要阁去华盛顿特区，哦，要阁美国替咱办一个酒会。那么可能有一寡重大对台湾咱台湾人的前途足重要的代志要宣布。那么因为进前4月25，咱有派一团出去。 去啊，设立台湾政府诶，这个国际记者会。结果咱进前的团长，哦，蔡介元团长，哈，这个进前是咱的总理，哈，伊无照咱秘书长所爱发布的文，无照美国的指示，啊，所以造成有。 即个咱甲归纳个合作华盛顿华府台独事件，因为伊无宣告，无先宣告咱台湾政府是伫美国军事政府下骹所设立的台湾民政府的下骹的架构之下所设立台湾政府，所以这对美国来讲，这是算一个台独事件。 啊，造成咱美国对咱吼真大个误解，啊，所以即个美国要替咱办吼，啊，那么咱即个就要派咱个主席吼曾跟宪昭吼亲身带队美国，啊，即嘛，因为咱有一届惨痛个经验，本来美国是讲要求迄届4月25遐个团员拢爱撤民吼，拢爱。 都名的对吧？啊，是秘书长，甲讲，这是突发状况，是部分的人员，迄个美国的独派的人士挟持、洗脑、引诱，啊，所以毋是所有的团员拢安尼，啊，所以有留差不多1/5的团员无受到处罚安尼吼，啊，所以即个已经更新。 尤其顶礼拜，阮拄啊去日本的东京靖国神社，拄啊去祭拜咱的台湾3万9000100英灵倒来呢。即个秘书长嘛真紧张，啊，我做带团的团长，我嘛真紧张。啊，所以秘书长哦，一工电话，我那敲几下摆来甲我指示讲，爱应该爱安怎做安怎做，吼。所以表示讲，咱秘书长，伊家。 伊所有的心理拢放伫台湾。那么讲到咱秘书长，伊原底去本来伫台湾，伊是开补习班，趁足侪钱。哦，就迄个敢若学儒、学府补习班，吼、哦，迄款的。那么伊尾啊想讲，伊要去中国成都遐来设立学校。 完全学校吼，为小学、中学、吼、高中安尼一直设立，啊，伊出钱找伊每一关第一名、第二名的人，拢甲招来读伊的学校，吼、哦，啊，较省者，伊拢提供免费的住宿，包括学费。伊的想法就是讲，伊若来好好教遮精英。 你比北大、清大，将来这些精英都有可能变中国的领导人。吼、哦，啊，这些领导人若受到咱民主的思想所教出来，吼、哦，安尼以后要控制中国，也是要让中国较民主化，可能就较容易。啊，所以开钱去遐设立，真无简单。伊的高中部考着清大、北大，是因全中国。
排头名，上侪比例相关的就对啊。啊，所以中国就开始咧注意啊。啊，不然想想啊，哦，中国人发现讲，咱秘书长伊是要冲一波，就是要去训练新的靠民主思想的胡锦涛、江泽民这款的。哦，伊就开始想波，要甲秘书长的学校的财产拢霸占起来。啊，当然不然，咱秘书长不从嘛，哈。但煞迄个人绑架，迄个软禁，到尾规半年，啊！伊想尽办法脱离了对啊，沿路无证件，安尼有法度卫生多，伊毋敢坐飞机，因为飞机爱检查证件，吼、哦！啊！伊坐水路，啊！甲陆路，吼、哦！啊！铁路到尾啊，来到厦门，为厦门要偷渡来金门。爱哥甲迄个船老大，敢若爱20万的人民币啦，好代表差不多80-90万。那么咱秘书长就阿讲，我剩10万块互你，啊若剩，吼、哦、后金甲去互伊安对啊。结果迄个船老大有甲送来到金门的外海，就甲弹落啊。啊咱秘书长就。暗时啊，迄个弹落了，一片漆黑哈。啊，那么伊落的是，伊行伊差不多到香港啊这个关渡哈。啊，伊个做者暗礁嘛哈，做者珊瑚礁，伊行到脚拢破，尾也破啊，伊脚底也破。啊，但是迄阵拄紧张的是，唔知影当听。啊，伊愈行越为冷刷哈。说现在那个沙地里底，吼啊，海水又遮悬，结果伊迄个所在是雷区啊，伊本身嘛唔知影呢，啊尾啊，伊说发现讲，哎、欸，伊手机啊还阁会通，阁 有信号，哦，还阁有电对吧？伊阵敲电话因小弟，吼啊，因小弟就赶紧联络金门这边，哦，伊甲搜救，结果。较知影讲，甲因，算因小弟讲，因甲因兄哥讲，大呀，迄个所在是雷区，你莫别行，你若去行，唔多去打到地轮啊崩的，我、啊、所以啊，轮啊拢乖乖伫遐等就对啊，啊所以伫遐咧等的时吼，伊拄开始要唔知有电话时，伊就发愿，伊讲只要伊这条生命能留落来。伊下半生吼，伊生命拢要奉献落咱台湾，所以倒来，当初伊敲电话来讲，报伊前卡伊就讲伊是要偷渡的，啊，迄个警察接电话讲，你笑的，啊，台湾人是安尼咧偷渡金门，安尼，我所以伊那心足疼，讲伊本来是一个足好规矩的做董事长的人，啊，哪会落入这步田地？啊、所以伊倒来到台湾就法院吼，伊伫迄阵咧就法院，啊，所以倒来就一直咧要替台湾找生路啊吼。啊，所以伊今尾来研究出一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伊研究，因为伊是读日本的迄个名城大学，专门研究国际战争法的。啊，因为国际战争法真少人咧读，因为读起迄个科系的。无头路啦，因为全世界无定咧战争，哦，无人要请这个战争法的专家嘛。啊，但伊所研究这物件，伊发布写一本册出来发布。啊，因为咱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这本册出版了，吼、哦，咱台湾人然后看了这本册，拢差不多醒起来。啊，这本册是我看了。台湾的前途，第一本册写了上清楚、上简单、明了易懂的，吼、哦。过来，今年伊就出一本《新台湾论》，啊，当然中间佫有出《台湾地位真相》第一册、第二册、佮第三册，好、哦。那么这两本，这本会使讲是咱台湾地位的圣经。台湾的问题，差不多90%
拢会当为遮找到答案。我过去是资深的民进党党员，那么民进党施明德甲柯俊荣，和我作失望了，我就无搁咧插民进党的一挂代志吼。尾后我搁加入建国党，我这建国党都目标足明确嘛。啊，我迄阵的观念，我就是要台湾要独立，要建国，不要让外族来甲咱管的。啊，结果建国党搁许民进党，甲用人头党员，用一千个名，一千名，你要甲稀释，你要甲颠覆的对啊。该叫伊重新选干部，规个建国党本来是拢教授。拢是师资辈，毋是工程师、医师、律师，哦，拢师资辈，水准足悬的。民进党惊着讲，若好这个党又大汉起来，民进党毋免人啊，因为民进党一般拢较草根性的哈、啊，所以民进党真恶质，伊敢若顾着伊民进党家己的利益，把台湾的前途放在一边，好、哦、放在一边。啊、所以结果建国党就准一直消防伊，到即马出名咧吼，无、哦、听咧建国党咧做啥物运动，吼、哦，也是讲民进党，干那要用奥博咧，吼、哦，本来拿良性发展，吼、哦，建国党人来专门研究台湾的法理的论述，啊，民进党看伊要做街头运动，还是体制内改革拢会使，一定良性发展。结果，伊把这个建国党给消灭掉的，吼、哦。所以，台湾即马目前剩一条路呢，差不多剩咱台湾民政府一条路呢，吼、哦。啊，所以即马这本册本来这本一本是千五啦，哈、啊，咱即马是卖一千，佮买一送一，吼、哦。你若有真正关心台湾，这两本册你一定爱好读，吼、哦。啊，你。应该，那我个人，我较鼓励大家先把这本读完，因为这本，这本一礼拜来，就会当足轻松看完。你把这个基础、基本观念拍好，你过来看这本，你就会足轻松的，吼、哦。啊，这是，反正唔是咧爱白车，唔是工商服务啊，吼、哦。啊，这是鼓励大家来明白台湾的地位的真相，吼、哦。那么我拄啊有发落咱大家一张文吼，因为外口面无论是网络上吼，还是一般的这个谈论吼，真侪人拢甲咱讲，咱咧发身份证一分都要一千块，啊，这诈骗集团，吼，啊，讲咱台湾民政府所讲的论述吼，拢是咧讲骗的，啊，其实你若甲问伊本身。啊，请问你咧批评这个台湾民政府？请问你有看到因所出的任何一本册无？结果拢全无。无了解咱台湾民政府，三日乌白批判，吼、哦。啊，所以咱秘书长就为去年五月开始，就往那方攻击几啊年啊，吼、哦。尾啊，啊无规日来看报纸。吼、哦，啊，就加一寡干部的相片啊，拢铺起哩。啊，你敢看捌看到看过诈骗集团咧看报纸，搁加因的相片、成员的相片、电话、email 拢下起哩。你敢捌看到即款的诈骗集团？应该无嘛，吼、哦。啊，所以嘛有人去内政部检举，讲阮这个咱这个是诈骗集团，内政部甲回文吼、哦，咱这就看会到哈。哦台湾平民政府是合法，好，啊、所以你若有这张，那各有人咧讲咱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啊，你摕这张我看，啊，讲啊你原来点卡165反诈骗集团去检举，加进咱一只受训两年半下个啊，好，要无任何一个团员。哦，咱这干部去用调查局还是检察局哦调去问，也无，吼、哦，嘛无半个人讲要抓去。
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咱后边是美国军政府，哦，所以咱插美国旗、插美国军事占领旗，意思就是讲，这个范围内底属美军咧管的，哦，无咱的同意，中华民国的人员未使随便在这进出，哈、哦，所以大家放心，哈、哦。那么，过来讲。像那台湾，伫1996年，李登辉跟潘明敏咧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的时，啊，迄阵李登辉拢咧倡议两国论，哦，就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安尼意思，哈、哦。那么阿强啊，去配兵，发动这个发射飞弹，这个台海危机。哦，在咱的吉兰港外海，我甲吉兰港外海划定演习区域，等于甲咱海上封锁。因为伊划定迄个区域了，就是禁止任何的船只伫遐出入。啊，你在咱的港口外口划定演习区域，等于就是海上封锁。啊，这真危险，对咱台湾讲也是真危险啦。因为咱台湾目前的粮食自给率。敢那剩32%尔，剩咧68%拢爱进口。啊，这个原因是因为咱台湾人食食开始改变。哦，以前咱拢食米的，哦，台湾人日本时代咱拢食米，真少人咧食面粉类的面食咧较少，哦，也无咧食馒头。是因中国人1949年来了，开始面食，哦，水饺啦，哦啊。面包这方面较一直，馒头这方面较一直有哈、哦。那么，如果咱从海上封锁，啊，咱敢那32%的粮食自给率呢？咱的战备粮呐，食了，剩的呢？剩的咱可能一天会当食一顿呢，因为咱敢那32%的三分之一的粮食自给率啊，本来咱来一天食三顿。到迄个时阵无粮食，咱家己粮食干来当一工食一顿呢，吼，啊，这会造成民心的恐慌、的内乱。啊，所以美国，迄阵克林顿总统咧做美国总统，伊随调派第7舰队的独立号航空母舰，随来北台湾守的，啊，赶紧为波兹湾那边调尼米兹航空母舰第2架，过来守在南台湾的海域。啊，因为迄阵中共的军力还阁算弱的，吼、哦，啊，所以这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告位了哈、哦，阿强啊，知影讲伊阁要淹下落去啊，共军就准开始撤退撤军，吼、哦，无因本来海上嘛开始布一挂舰舰，吼、哦，其实迄个拢咧压迫咱台湾人，吼、哦，吓惊。咱台湾人，结果台湾人嘛算有骨气，你愈吓惊，台湾人票拢等到投入者吼，这个李登辉啊，哦，所以迄个嘛是李登辉以54%的得票率哦，选赢潘明敏。啊，那么咱来回想看，等下讲是安怎美国要派2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台湾，而且开足侪钱啊，迄个爱。水面舰、哦，护卫舰，空中还佫有飞行机，哦，迄个做空中护卫，下骹还佫有潜水艇，哈、哦，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爱开足侪钱，美国毋是笑的，这就是因为美国伊根据旧金山合约，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伊有权利，哦，嘛依照台湾关系法第6条所讲的，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经济制度的稳定，这是美国爱负的责任啊！所以伊爱派兵来，唔免人家要求，伊主动就来啊！看台湾的危险，伊主动就来啊！吼、哦、啊！所以为遮来看，咱就知影讲，是美国咧保护台湾，是美国咧保护国民党，唔是国民党咧保护咱台湾人哦。国民党是招楼建款，以及常败将军呢。
伊定咧操蛋讲因啥物常胜将军，那是常胜将军就袂为中国一直一直走路，一直走路走到为台湾来，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讲拢讲到足水亏，做诶拢是龌龊不堪诶代志。好，啊，咱台湾人卖定讲想要读起来四书五经，迄拢等等一边好了。好，以后咱民政府执政，咱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哦，咱的官方语言，第一个可能是美语，哦，第二个是日语，第三个是咱台湾的语言。台湾的语言就包括你所有的种族做咧讲的话，拢叫做台语。咱袂使讲台语叫做闽南语，还是河洛的。台语就是包括所有的高沙族。哦，因有十四族，哦，因的语言，因后我都拢爱恢复，哈、哦。啊，平埔族可能较困难啊，可能从西拉雅这个语言要够留落来，其他要恢复我惊较困难。啊，迄阵就好，因各族的人，因看要用对一族的语言来教因的囡仔，哈、哦。啊，那要够语言的，哈、哦，比如高沙族的，差不多每一族拢要有语言留落来。爱训练因家己的语言的种子的老师哦，种子教官，我、哦、来继续把因的语言恢复回来。好、哦啊，那么台湾那以美式的教育方式，哈、哦，伫自由民主下卡，你看，现在有足侪头壳较清楚的台湾人的士大人，拢无爱把囡仔留在台湾，给中华民国的。教育系统来教，拢想要做先，就要甲送去加拿大，送去美国，伊啊学美国式嘅教育方式。美国因个小学囡仔，吼、哦，无咧做啥物家庭功课嘅，下课就下课就转去啊。因所有嘅功课是带学校就拢做完啊。啊，咱台湾呢，囡仔学校下课，就爱去关于送去安亲班，啊，安亲班了转来，爱去写功课。这个囡啊吼，拢补个睡眠不足。这囡啊，本来囡啊是天真无邪，上应该爱上快乐的。结果咱用教育制度，拢为了考试，为了分数，哈、哦。你用看分数，你看你分数考愈悬，啊，就讲伊爱你囡啊爱较济。啊，你若考了歹，就爱用讲的，这拢错误的。美国人因是伫个自由的环境，互囡仔，吼、哦，老师甲囡仔互动，安尼咧学习。啊，咱遮毋是拢高压式的，填鸭式的。哦，咱科技拢，我会记小学拢用填充式的，吼、哦，都要有标准的，吼、哦，答案填落，较有分数。美国因拢用问答式的较济，互出一个题目，互你去想。啊，那么台湾的教育有足侪爱改进的，哦，啊，咱伫美国军政府入来了，咱民政府执政了，咱一步一步来改，吼、哦。啊，当然得爱靠大家，哦，咱首先得爱先明白咱是啥物身份，咱就是被占领者的身份，被占领者，伫被占领的这个期间。咱来听占领者的命令，因为占领者有伫国的战争法内底，他有高权。哦，占领者的意志、占领者的命令，咱爱遵从。啊、哦，所以你若无遵从，哦，啊，伊就用军法这个方式，哦，来甲你判，来甲你治啊。当即卖已经咱从占领遐久啊，哈、哦，啊，已经较无即款现象。但是，伊呐违反战争法，咱嘛会将去甲告啊。哦，所以像讲，前头咱秘书长去告美国，啊，美国高等法院甲咱判讲，咱是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政治联姻当中。哦，你敢若想讲咱，阿边啊，我那捌讲一句话吼，伊讲虽然我。关你家较细间，哦，1.38平的话，这哈，
但是恁，恁嘛是用关的，只是恁关较大间尔。我咱即马徛伫遮，咱可能无啥个感觉。你甲想讲北韩遐人，咱是毋是类似北韩遐人？用关伫一间较大间尔。哦，咱只是即个政治领域无围墙就得，无通互你看到围墙。其实咱作者思想，拢许国民党。伊利用媒体，利用教育，甲咱限制掉咧，吼、哦。啊，这就是伊无爱予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吼、哦。就是安怎讲？咱的囡仔伫台湾，敢那成绩拢真好，但是拢无法度摕到诺贝尔奖，吼、哦。得爱送去美国。像李远哲，你得要甲送去美国，伊遐较有迄个环境，哦，较会当阵伫美国的栽培之下去摕到那诺贝尔奖，啊，即是咱的教育系统出问题嘛，吼、哦。啊，今仔日因为咱秘书长哦有一寡重要的代志爱处理，所以伊委托我来甲大家讲几句话，啊，鼓励大家吼、哦，为了咱台湾的前途。虽然初级班，哦，这个两暝三工，啊，咱每一个月拢有一班高级班，哦，迄个较进阶，哦，迄个佫讲一挂较深的法理的论述。法理的论述你莫佮惊，你若循序渐进，哦，为这本开始看读，你会读了真轻松，哈、哦。啊，你若头壳清楚，别人。要甲咱用其他的诈术，要甲咱引诱，哦，要甲咱讲，哦，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咱就会当未来底提法律来甲反驳，讲啊，你无论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根本抓头抓尾拢无你的名，因为咱伫1895年下关条签订了。台湾就脱离大清帝国，哦，等于甲即嘛拢含中国已经牵起来啊，哦，因中国人做袂见笑，哦，那甲清朝当作讲因阿公，因阿公的时代就甲台湾甲平和袂好人去啊，甲今因的子孙中华民国，还佫咧讲，嗯，台湾甲平和是阮阿公的呢，甲今还佫咧回安尼啦，啊，甲咱骗讲，伊是根据。开罗宣言摕到台湾的主权。开罗宣言迄是一个新闻公报呢，无啥物法律效益。而且虽然美国有意思要遵照开罗的迄个新闻公报来做，但是来到旧金山合约咧签订进程咧拟定的时阵，1950年6月25日发生韩战。中国兵来入侵南韩，从遐开始，过两天吼，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就宣布台海中立化，吼，台湾地位未定，佮派第七舰队咧巡逻台湾海峡，吼，啊，防止阿强啊拍过来，嘛无爱互蒋介石反攻大陆。其实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迄是天方夜谭那么在安尼情形下，煞韩战煞救着中华民国，无迄阵美国已经咧计划讲，要要求菲律宾看会当接纳蒋介石因遮个高官未，要甲因阁流放去菲律宾呢？啊，都韩战爆发，啊，美国赶紧为日本调美军去支援韩战，吼、哦，哎、啊。台湾嘛爱有人顾啊，所以嘛想啊无暂时过蒋介石，大家苟延残存，互伊替伊美军来收台湾一块土地，啊结果中国人嘛真巧，甲咱征兵嘛是叫咱台湾咧，等于咱台湾人咧顾家己嘛。823炮战，其实拢是咱台湾兵咧战的，因为咱台湾兵，包括迄阵日本时代训练落来，即个人。拢还阁有
日本精神，因为台湾兵唔捌见过败，所以呐，讲到战争，拢勇往直前，袂惊。中国兵遐老啊，是听到阿公阿要拍来啊，是惊到要死，拢避伫后壁，拢是咱冲完兵，台湾的冲完兵做头顶咧战安尼。哦，今仔时间关系，我讲过头啊。下面的时间，咱是要咱的郭牧师来讲吼。啊，无我即摆就讲到这，谢谢，多谢。